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第三節，咁啊，啱先講到美國佬嘅問題啦，咁啊呢個制裁中興啊，侵哥好似又有下文喎，即係侵哥一時又話唔玩，咁但係好似參議院嗰班友逼夾住佢要玩喎。呢啲咪就係呢啲就係打龍通咯。其實我都係打龍通。咪打龍通咯。因為你美國嘅政制係唔係我話曬事啊嘛？啲國會啊嘛。喂，我真係想放生佢㗎。冇計啊，但係國會嗰班又唔俾啊嘛。個睇法唔係咁。佢 Donald Trump， 你睇佢以前啲。傳記都好啦，佢係做佢係最叻一樣嘢就係做deal，但係你做deal第一件事要知人底牌啊嘛，佢就想知你底牌乜嘢。即係咁，佢而家知咗大陸嘅，佢知道大陸嘅底牌冇骨氣到咧，屌你咩，連接間公司都唔撚敢嘅。即係如果我係習總，屌你老母接緊咗佢咯，我接咗佢都唔可以俾你知道我底牌係乜嘢噶嘛。即係嗰件事係咁，我冚牌屌我吸過冚牌唔打，我唔去。唔去，我台面幾多你攞去啦，我唔去，唔去，道理一樣啫嘛。中興咁樣其實就係類似一個 show hand 啫嘛，我搞搞你，咁你咪睇下你去唔去咯。你屌會唔會焗住跪低，撲街投降輸一半得唔得？咁呢度鄉下興噶，投降輸。呢度啲大興噶，呢度鄉下。我牌面揸住兩隻傾，做咩要投降啊？我跟你啦。喂，咁佢就而家知道咗你嘅底牌。佢就咧，其實你成件事要扣連埋肥仔金嘅喎。係喺新加坡個新嗰圖書館裏面講過啲乜，真係得佢兩個字。分鐘連翻譯都冇嘅。肥仔係隨時讀書嘅嘛。佢唔識英文咩？分鐘究竟佢兩個講咗啲乜？金仔會唔會同阿習總講？啊，雖然佢係咁見下你啫嘛，但係佢冇同你講我，你可能你矮咬都唔會講噶啦。喂，你咁你講個圖書，你圖書館同佢講咩啫？講我啫。佢同我講話，話我哋啲朝鮮拉麵好好食喎。係啊，唔係啊，佢話送部車俾我啊，嗱佢部車到咗我送俾你睇啊，咁樣啊，係啦，咁樣啊可能，但係實際係點？但係你美國。那條死人 Donald Trump 玩鳩我啦，明知我冇油啊，仲送咁撚大嚿嘢俾我，係啊，擺明玩鳩我啫。有事啊！跟住我問佢你係咪講堅嘅，佢話嗱你唔信啊，你埋嚟睇下。但係而家中興俾人玩到連個馬桶都買唔到，美國制裁到連個屎坦都冇揾到。美標唔係美國做啊，搞事咩？泰國做嘅嘢，美標，但係美國公司佢係玩到嚴格，即係執行呢個制裁。關咩事啊？嗰條友只加衣，屌你換個馬桶啫，你換翻美標乜 Total 唔得嘅？你大把屎塔用。Total 其實都而家都得搭做嘅。只加衣唔換啫嘛，我又唔信你買馬桶賣唔到。但係假如即係咁去到咁嚴格嘅咁嚴格嗰陣時咧，都幾係嘢喎。佢中興嗰個問題係你俾集。俾美國都知道你嘅底牌係得啲乜嘢啫嘛，你乜嘢都靠我嘅，你晶片要揾靠我，唔好話晶片啦，好話你大陸啲坦克，佢裡面用嘅零件絕大部分都唔係佢自己做嘅，咁你打咩仗啫？你打咩仗啫？你同人打咩仗啫？你估啲坦克車可以由日行到黑嘅咩？你睇德軍一架坦克車要幾多維修啊？幾麻煩啊！行兩行又話要整又入油又呢又路，你零件全部外國嘅，你打幾耐啊？一個禮拜好嚟，兩個禮拜好嚟，全部坦克跪低打條毛咩？再者 ，Donald Trump 佢而家係不斷咁喺度台面度推籌碼噶嘛。你同金仔講嘢，我又推2000億。你跟咧，我大多你2000億。係咯，你阿金仔無論端端又去北京啊！屌你諗，我就罰多你一年。係啊，即係你咁多你一年。你習總係面對問題就係咁，即係再跟住就係佢而家要放水。
佢點解要放水啫？佢知道點講？經濟上面佢大陸人民幣係必然要靠美匯去產生噶嘛？咁你好啦，你不斷咁美國公司嗱，你好似啲電話咁樣，越南做嘅，台灣做嘅。呢部越南做嘅，呢部就得呢部。其實點解去大陸做啫？話曬美國有廠噶嘛，佢只不過分配生產啫。呢個大陸做嘅，呢個未必大陸做嘅。佢有幾間廠嘅，你見到啦，你任何嘅嘢都唔一定係大陸做嘅時候，佢個外匯收入係跌緊噶嘛。咁你冇外匯收入產生人民幣，但係你國內消耗緊人民幣噶嘛，你需要啲錢去不斷填，即係生翻啲錢出嚟。一個蓋又冚十個煲。咁你已經個蓋唔夠噶啦，咁你焗住咪喺左一個蓋咁瓜咗先啦，七當你七爆個蓋嚟。係啦，咁你咪喺左邊撈個蓋，右邊勾個蓋咯。佢而家降準，佢咪佢降嗰個存款準備金，佢降到負數添，我睇到四款。因為佢焗住就要將嗰個存款創造，用存款創造，即係喺個經濟概念，你人民幣一個好特別嘅體嚟嘅，冇外匯。冇外匯存，你個國家裡面係一蚊外匯都冇嘅，你人民幣睇係冇嘅，唔同英國，唔同日本，日本英國係有好多外匯喺個國家裡面嘅，即係英鎊以外嘅錢，佢就唔係嘅。你收到一蚊美金，佢都變人民幣，即係你人民幣嘅生產就係用美金換啦。咁好啦，另一個方法就好似香港嘅方法啦，用存款創造。何為存款創造？即係阿先生，你同我借十萬，你簽個名，咁銀行就自動冇厘頭多十萬噶啦。咁就呢個叫存款創造過程嘛。你要你呢個好簡單，基本中四五嘅經濟學道理，即係存款創造。所有用儲備局做銀行體系嘅國家都係咁做，全世界都係噶啦。存款創造，咁你怎樣生產錢啊嘛？咁好啦，你自己唔印銀紙。國內你大陸冇乜，其實大陸消費好少係靠借貸噶嘛，個個都冇信用卡嘅，個個冇信用卡咁點樣有人？開始有啦，開始有啦，都係低嘅，即係你開始有啦。你大陸嘅個人信太少噶嘛，你睇翻大陸嘅借貸方法。佢依家唔係用信用卡嘅同你借貸嘛，你冇睇微信都係借錢嗎？哦，係，佢用咗另外一方法。你知唔知係誇張到係你個 credit 係點樣建立翻嚟噶？誒咩芝麻咩芝麻信用？哇！真係笑到你甩碌啊！話俾你聽，嗱我嗱個微信咧，佢哋好中意咧，阿豬阿狗都加你微信嘅。點解咧？因為咧，你嗰個 credit 咧就係睇你咧個微信裏邊咧，你 at 咗幾多個 friend 係啦。跟住咧，好啦，佢又積咗個遊戲出嚟喎。嗱，我又種棵樹先。咁種棵樹咧，你嗰啲友咧得閒咧就嚟幫你棵樹淋下水。只要咧你嗰棵樹咧有超過30個人幫你淋水之後咧，佢就覺得你呢個人咧都有朋友，都衰唔撚曬嘅，係啊，即係你如果你咧可以咧依家微信一個人咧普普通通阿豬阿狗咧，你可以有幾千蚊收入咧，佢已經借五萬蚊俾你㗎啦。但係佢呢五萬蚊唔係人民幣嚟㗎嘛？佢呢五萬蚊係白頭片啊嘛。係啦，即係個分別係。佢微信同支付表係比人民幣更加撲街嘅，就係佢喺一個唔健全嘅制度裏面，更加生產一個更加唔健全嘅白頭片。是啊、但係嗰個白頭片係可以同你嗰啲唔係健全嘅貨幣同啲老毛子掛鈎嘅咯喎。係啊。咁你個國家嘅通脹係幾多少？你諗下，同埋你大陸嘅經濟好得意嘅喎，佢借錢九成係唔係靠人民嘅喎，靠國企嘅喎。係啊。咁你呢個經濟幾時會爆煲或者唔夠錢咧？佢咪焗住要降準，唔係降，總之用盡方法將你喺庫浪底嘅錢攞曬出嚟，揞曬出嚟，揞曬出嚟就唔知去曬邊。但係你美匯嘅收入一定係少噶啦。係啊，咁點啊？所以 Donald Trump 係有好有把握，同埋最重要就係肥仔金幾時會同美國佬簽嗰張一紙盟約。嗰、那個先係關鍵，你知啦，呢個先係關鍵。放長雙眼睇啦，有時講實牙實齒講完嘢都可以唔算數嘅。但係 OK 噶，我覺得呢個戲碼係好睇過電視劇。好好戲碼，但係其實你睇翻前面嗰句就係你要分析嗰件事，點解美國佬嗰個派新派蓬佩奧嗰班友成日講我保你安全？邊個會殺金仔？你覺得金仔下面班有殺到佢咩？冇力嘅，成班餓鬼食咗嘢先啦，殺佢。咪就係咯。咁點解只有金仔殺佢嘅啫？你個撲街！我講嘢你黑眼粉。係啊，但係點解金仔會失驚無神哨戒時要美國提供安全保障？係啊。你我心諗美國佬唔會殺佢嘅，學而戰啫嘛。我做咩要殺愚人天王啫？殺撚咗佢邊個同我投降啊？咪係咯。都揾人投降先得㗎，你揾個頭頭同我簽名啊嘛。咁就係啦。好啦，咁就其實都係跌翻幾分鐘。
咁啊，講埋阿華你嘅呢個電話你買噶，電話我買啫，咁都要你去到用，你都去測測俾我哋睇噶嘛。其實你個牌頭就話台雲達電北舉，我都係同阿鬱揾透視啫。你係同阿鬱揾致敬啊！呢致敬嘅，但係其實即係唔係即係近排 HTC 你問我，我覺得 HTC 同以前機海嗰排比咧，真係呢排唔關事。呢個係一個喺品牌嗰個價值上面 ，HTC 係有一個根本問題，就係佢冇一個好根底嘅品牌價值喺裏面，即係 Sony、Panasonic， 我哋識佢幾廿年。咁你喺嗰個認知上面，一個對一個阿毛師奶講，即係我哋買 notebook 以前咁樣，買同 notebook 買 sell notebook sell 師奶 notebook 有兩個牌子一定係成爛嘅 ，IBM、Sony， 實識嘅。IBM 咩牌子啊？我唔知咩 IBM， 我知咩萬國商業機器 IBM。係啊，我就係知佢出電腦好殺價。係啊，佢啲電腦唔撚跌價嘅。Sony 你又識 Vivo 咯？係咯，咁多年，即係你嗰幾隻字喺度啊嘛。好啦，我就係知嗰啲電腦白色嘅。白色的就是 Sony 啦，黑色就是 IBM， 係啦，黑白相殺。好啦，到近依十零年啦，自從可能其實都關金榮三次咧，搞一個成個韓國嘅價值重組。咁、LG、三星就係食住呢個勢出嚟嘅，啲、韓劇啊。所有嘢都係見到 Samsung、LG， 咁你啲師奶睇韓劇多，咪成日見咯。咁你見得多，咁你三星、LG 咪會有個基礎咯。但 HTC 最大問題啊，或者咁講，華碩同 Acer 呢一類咧，就係一般我哋會用開電腦嘅人，或者阿毛都會行過電腦鋪嘅，都會識得呢幾隻字耐啊嘛。華碩、Acer 成日都見嘅，即係知道呢啲係台灣嘅電腦嘢，都會有一定嘅基礎會知。但 HTC 最大問題就係冇呢個根基嘅，只有玩電話嘅人先識 DotPoint， 由 DotPoint 開始知道 HTC 係幫 DotPoint 做 ，DotPoint 死撚咗啦，因為 HTC 起咯，係嗰一陣啫嘛。咁當佢好一個師奶喺豐澤面前買電話，咁 sales 係一個影響噶嘛，就 sell 你 Samsung 噶 ，Samsung 擁多啊嘛，咁 Samsung 亦都容易入師奶隻眼啊嘛，咩牌子嚟噶？屌你睇下啊，天國的雞批成日都有噶啦，哦，韓國牌子，咁你咪會賣咗佢咯。HTC 啲機唔係唔得嘅 ，HTC 啲機講真，可以出啊呢、這個。其實這個是華碩本身的最左手邊嗰部是華碩最暗嗰部就是華碩啦。另外有兩部光啲嘅，一部是 AMOLED 的 Lumia， 兩部都 Lumia， 一部是1520舊的右手邊。另外暗啲隔離嗰部，即係有個副螢上面嗰部 HTC 嚟嘅。其實左手邊所以就係 HTC。呢個圖就其實反映了華碩在出電話方面，佢有啲 detail 位係冇留意到嘅。點解要在個室內的地方要光呢？你出到太陽你就知道了，中午啊日頭咁樣，你點睇到個 mon 啫？太陽光過你噶嘛？你係敵唔過個太陽。你係敵唔過太陽噶嘛？咁你個 mon 喺室內嘅環境都俾唔到刺，呢架 V 係 100% 啊，俾唔到個刺眼感覺你，你唔好扭出去熱户外用啦。你點睇啫？一定係暗嘅喎。同埋Nokia 嘅機本身佢另外有一陣偏光片嘅，佢另外有個本事去做到你睇到的反應。HTC 就係冇嗰個偏光片。但是推光的螢幕盡可能推光的螢幕，所以華碩本身的機器它有一些它 不到位的地方的、是的，就是所以你說那個標題究竟是不是 HTC 不舉， 它是面對不是個 product 本身不行，不是它的研發不行， R&D 很厲害， R&D 厲害到是 Google 要買了那些人的，是要收購班友買了它的機器，買了那些人回去，不是他的機器不行，是他本身的品牌價值，品牌的營銷的手法，怎麼說呢？我經常都是那句的，信徒的培養，你這麼說？不是，我就是有八個字可以概括到的了，研發一流，是啊，銷售九流，銷售九流，而不是他的機器有本身問題，我再出另一張是有速度的那張，是的，還有嗱信號啊，華碩的機器有另一個問題嘅，嗱，佢個速度唔係唔快嘅，我可以咁講，佢嘅聲係靚嘅，速度係快嘅，即係845加佢個 ROM 係快，好快添。但係一啲好基本一部電話需要做嘅嘢就係天線嘅靈敏度，係啦，Lumia 好 ，HTC 好，佢哋喺 WiFi 咁樣，即係其實都好反映你個天線嗰個設計嘅，都係上百 Mbps 嘅同一個 WiFi 環境，但係你華碩就係可能某啲位置收得比較冇咁靈敏，咁就爭少少啦，咁。反映會反映在什麼地方呢？你的圖電量咯，越差的靈敏度你越跌咯，或者上網速度會慢了咯，
係啦，即係你話會唔會話華碩會唔會係一個好好選擇？如果你係一個打機嘅人，佢好快係啦，運算嚟講，但係作為如果我咁樣問你一個問題，就係如果你揀電話，你係想一部有打到電話嘅電話嘅多功能用途嘅智能電話，第一部有智能電話功能就只能可以打電話啊，佢嘅點講咧？打到電話嘅智能電話，第一部電話而有智能電話功能嘅設備，係啦，呢樣嘢係 HTC 都會有做翻佢基本就係俾翻隻你電話一定清晰嘅，信號一定係穩定嘅，好係啦。頭先你哋提到話 HTC 嗰個品牌價值，係啊，暫時咧我就係諗到兩樣啫，咩？係啊，一個叫雙下巴。哇，係啊，當年好麻煩，叫雙下巴，雙下巴係一個。另外一樣咧。就係呢個普遍大陸人對 HTC 嘅感覺，係啊，火腿腸就係火腿腸，係啊，就係火腿腸，火腿腸係啦，即係 HTC 就係火腿腸，火腿腸係啊，就係火腿腸，嗯，係啦，同埋 HTC 佢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可能之前佢 M 十嗰扎 M 十之前啊，由 M 八 M 九到 M 十。他哋實在係嗰個 QC 係有啲問題 ，QC 嘅問題同埋營銷亦都自己打沉咗自己啊！佢成日自己打自己啊嘛！到咗 U 十一出係啊，贏曬口碑噶，但係你搶唔到個 market 翻嚟啊 ！U 十一同埋佢哋自己戇居喎 ，U Ultra 一出就已經同你講出部 U 十一 ，U 十一都未出街就同你講 U 十一加咁。叫人點買？咁我買嚟做咩啊？咁依家又整個 D 三廿十二，唔係 D 三廿十二係下架機，係想佢玩翻機殼。之後就係 U 十二加。係啦。OK。OK。咁我哋今個唉。不過我都係支持叫大家支持國貨嘅，大佬。我至少支持翻華碩啦，國家牌子咯。係啦。咁好啦，咁我哋兩個月後見啦。兩個月後見喎。係啦。OK。到時睇下就有啲咩科技新知再帶到俾大家。又揾阿華同大家講下。OK。好，遲啲見啦。遲啲見，拜拜。拜。